一二三 ，OK。OK， 金头线的朋友，你们好啊！今天我是来带你们看一下我们位于在这个 LinkCBKLTO 新的一个 project 啦，还叫做 Paradise Residence。所以，我今天给你们看的这个单位呢，就是一到二房室。OK， 这个房子就是三房两厕所的。OK， 我们先进来看看。OK， 进到来，你可以看到我们会给你这一个 digital lock。这个 digital lock 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第一，它可以给我们指纹。第二，我们可以 set password， 再来第三，我们可以用 access 卡嘛，还有这个锁匙。之后我们每一个单位来讲，你接下到这里，它就给你一个类似 intercom 的一个 iPad 啦，所以可以给你看到 face to face 的，你的亲戚啊、朋友来找你都可以知道是谁了。OK， 进到来，我们先带你看到就是我们的厨房间啦。厨房的方面，因为我们的发展商会比较体贴一点，所以你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地板。OK。这个 sliding door 是包括的，为什么我会叫你们看地板呢？是因为你看它是平的，对吗？所以发展商会比较体贴，就是说你们在走的时候，它是跟那个地砖是平的，你们就不会隔到你们的脚了。OK， 再来第二点，我们的发展商给予这一个 quality 可以说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你看到我们的瓷砖比起普通外面的合约来讲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看到第一个，它就是我们的瓷砖会直接到我们的 ceiling。OK。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每一个单位，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压的，就是给你们晒衣服或者在外面做一些东西的一个小空间。OK， 再来就是你看我们厨房方面，这里全部是全包的，也包括我们的 hooks and hooks。另外旁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抽风机。OK，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还有这边就是我们的 dining table set 了。现在我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 master bedroom。好，进到来你看到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你可以看到我们会给你一个比较大片的镜子，说看起来会比较大方。OK，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发展商都会比较贴心一点的，所以你过来看一看。好，就是在于我们的窗口那方面，你有看到这个小小个的孔吗？其实发展商就是做这个孔，给我们下雨的时候雨水可以流出去，不会塞着。再来第二个呢，它是给我们可以扫一些灰尘出去咯。OK， 我带你们看一下主人房的厕所好不好？好，进来厕所这方面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 accessory， bathroom accessory 是包括的，全包的。比如说你看到的 shower screen， 这个 shower bar， 再来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 wardrobe。Wardrobe 来讲，我们发展商都是给你 full set 的。比如说你看到这个镜子，对吗？后面还可以放东西的。OK， 是不是很好嘞？再来，我给你们看一下的就是我们的二房。二房单位来讲，我们都可以放一个 queen size bed。好，再接下来我带你去看我们的三房。到三房来讲，我们 standard 都可以放一个 single bed。再来我们的厕所，就是二房跟三房 sharing 的，一样，它的东西你看到都会给你的。到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给你们 mention 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会给你这个 switch 啦，会有 cover switch 的，所以你可以自己用点吹风筒。再来最后面就是看到我们的。客厅的地方就是这样松宽，然后不要忘记哦，其实我们每一个单位都会有预备一个阳台给你们的。阳台再走出去就是我们的全景湖的这个 view 了。